我们这边啊，里面看得出来是一个传统的那个三合院落。那其实除了我们这两个三合院呢，我们等一下去走的社区里面有很多都是三合院。那社区里面我们其实横的一条叫做就是一合院一条龙嘛，主要是讲一条龙，一合院、二合院、三合院、四合院。像右边这个目前已经空了这条就是二合院，它是 L 型的。然后前面的是三合院，旁边是三合院，等一下带大家去看社区也还有四合院哦。这四种不同的建筑形式我们其实社区里面都有。好，然后这边目前我们这边的老屋啊，其实有部分是还有人居住，部分是没有的。好，那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？等一下出去大家可以看到外面其实都还蛮好拍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民国57年的时候啊，好，我们这边被政府划为工业用地。